请诸位熄灯。 请蝙蝠公子。 甲午年秋季拍卖，现在开始。第一宗买卖是地字号房，客人的身份来自东营的和尚。嗯，你要买什么？我要买楚留香的人头。想不到从神水宫回到岸上，还要三天的水上路程。今天的雾很大，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前面有一户人家，我们过去问问。嗯。哎，这里刚才好像有一个好大的宴会，人呢？ 少林袈裟、丐帮九代、中南巫山、罗浮彩衣，这些都是武林响当当的人物，怎么都会一起死在这里？这个人倒奇怪，身为头陀，穿的这么花花绿绿的衣裳，断了一只手，又断了一只脚。哎，你看。 你们是谁？不，你们先告诉我，我是谁？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记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记不起来。 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哦，对了，我要到蝙蝠岛去。我是要到蝙蝠岛去的。蝙蝠岛，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我以前听说过。你呢，楚香帅？你有没有听说过？蝙蝠岛？这名字我以前好像听过。 我们在四明山庄，不是看到一个穿花花绿绿的头陀？是啊，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请坐。
你已经死了吗？你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好像看见过你的尸体。 这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你真的死过，应该知道凶手是谁啊？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双生兄弟，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也是穿同样的衣服，只不过一个缺左边，一个缺右边。江湖上称呼他们兄弟俩为天地双残。最近他弟弟被人害死了，他到处在找凶手。他弟弟的确是死了，但是凶手不是我们。我为什么要信你？你是谁？ 我是我，我也不要你相信。不过站在你对面的就是名满天下的楚留香。哦，楚留香，原来是香帅在此，幸会幸会。兄台是，在下李玉涵，内子柳无眉。刚才的事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哎，相公，你看。对不起，小弟有要事，先走一步。 他是谁？枯梅大师。你不会看错吧？绝对不会。那我们租一条船跟去看看。不对呀，听说枯梅大师早已退出江湖，怎么又会出现？看，那就是刚才枯梅大师做的。船夫，快点跟我们过去。 武功高强的白衣汉，却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还有那个神秘的红颜白发，更重要的是，枯梅大师下了山却突然吃了踪。江湖上一定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也是这么想。救命啊！枯梅，哎，你忍耐。这小儿，快拿白酒来。好，好，好。李兄，原来是你啊！什么事啊？没什么，只是那人患有宿疾，经常发作，疼起来很厉害，所以我想拿点白酒给他送药。哎，客官，白酒来了，谢谢。哎，对不起，两位。 客官，酒菜都齐了啊！奇怪，他们两个都住在这里。哎，管他呢，反正我们红衣、黑衣、白衣都碰过了，再来两个穿绿衣服的又怎么样？来来来，喝一杯。慢，你斟酒是不是用右手的？是啊，我一向都是用右手的。 那我们刚才回来的时候，酒壶是向这样放，可是你刚才斟酒的时候呢，酒壶却这样放。那就是说，我们到外面去看的时候，有人动过这个酒壶。对了，别喝了，我已经喝了一点了。 你是谁？你的武功也不错，因为江湖上能接我十招的没有几个。但是我很奇怪，你的发招好像不是杀我，而是想拖延时间。 你们现在是调虎离山，想杀楚香帅。哼，你倒不笨，想得出来。不过你现在回去已经太迟了。
早就发现酒壶掉了方向。我喝酒的时候，把酒倒在这个地方。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杀他？他跟你们两个动手，我想他一定不是好人。就是因为他不是好人，所以我们才有很多话要问他。什么事啊？有人要行刺楚香帅，所以我把他杀了。什么？居然有人要杀楚香帅，那人一定是疯了。李兄，这宝剑是不是上古失传的苍山古诀？这宝剑失传已久，怎么会落到李兄的手里？香帅有听说过雍翠山庄没有？我当然听说过，雍翠山庄乃天下第一剑客李关于收藏稀世宝剑之所。李关于正是家父。如果两位相公有兴趣的话，可以驾临寒舍，还有很多稀世的宝剑呢。欣赏名剑正是我楚留香生平嗜好之一。Yidianhong，你有没有兴趣啊？我半生对剑已经有点腻了，而且我有点事情要办，还是各位请吧。从这里开始，已经是我们雍翠山庄的地界了。好漂亮。香帅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四处浏览一下，我们先回去预备为香帅洗尘。好好好，前面的房子就是寒舍，请。楚香帅，您来了。这个地方好漂亮，这儿就是先父试剑的地方。哦，李老前辈爱剑如此，真不愧天下第一剑客。先父以剑成名，也视剑如命，只要与剑有关的事他都有兴趣。可惜他在临终之前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哦，什么心愿？因为先父研究遍了古往今来所有的剑法，始终想不出一个战无不胜的剑阵。为了爱剑，他穷一生精力创出一套五行剑阵，可惜一直无法证明是否真正天下无敌。为什么？因为找不到一个破阵的人。这人不但要有绝顶的武功，而且要有绝顶的名气，只有这样胜败才可以响遍江湖。目下江湖上有此条件的只有香帅一人。哦，所以贤伉俪才千方百计地引我到这里来。这是你的剑，我今天好像没有选择的余地，请指教。上。是想试剑阵，是要杀我。此话怎讲？因为这个剑阵如果没有破绽，我会马上死在这里。就算有破绽，凭这五个高手联手攻我，我也会死在这里。在六福客栈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杀那黑衣人灭口？
于涵，我到底与你有什么仇恨？别多问了，反正我们引你来就是真的想杀你。这么双剑的人突然改用单剑，另一只手一定紧握拳头，而惯用单剑的人另一只手一定是捏着剑诀。我就利用老前辈的这个习惯突然把剑交给你，相信你们大家也明白，这剑阵少不了一把剑，当然也多不了剑一把。楚留香不愧为楚留香。铁山道长，君子剑逐渐消失，你们每一位都是名门正派的顶尖高手，难怪你们都要蒙面。哎，我楚留香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前辈，你们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我们绝非要杀香帅，只为报恩而来。李家三代单传，现在嫂夫人孟雄九召不幸身染怪病，要用天柱罂粟才能止痛安胎，而这卖药的人要香帅的头去换，为救故人一点血脉，所以住手！住手！师兄，楚香帅既破剑阵于前，又不下杀手于后，你现在反而恩将仇报，李家子弟怎能做此不仁不义之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李玉涵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各位前辈，你们挡着我的剑干什么？铁山道长，你们眼看我们李家无后吗？如果我这手一放，江湖道义何存？我以后又怎能再去管武当几千子弟？但是我父亲救命之恩，你不能不报。好吧。楚留香，你亲眼看到我臂膀已断，不能救你。有铁山道长这样的人，可见江湖道义这四个字也全非骗人。你还等什么？前辈大恩，莫使不忘。吴梅，吴梅，你干什么？玉涵，算了吧，还是铁山道长说的对，厉家子弟不能做此不仁不义的事。可是，你的病呢？
我是江湖上一个无名之辈，又怎么能拿香帅的性命来比？相等之事，等我死了，你再另娶吧。相帅，你原谅他，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我。至于我们夫妇欠你的，等我死了，来生再还吧。哎，大嫂，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我楚留香怎么能让救命恩人白白的死去呢？告诉我，你的天柱英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蝙蝠岛。蝙蝠岛是近年来的一个黑帮帮会的组织，听说里面只要有钱，就什么毒品、人命、武林的秘密都有的卖的。谁是主人？有一个叫蝙蝠公子的，他武功极高，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买卖的时候不许点灯，所以一直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蝙蝠岛吗？那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没有人问我们呢？哼！怎么，我不是人吗？你又没问我们。哦，我的宋姑娘、李姑娘，我楚留香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蝙蝠岛啊？最近皇后失了一条珍珠腰带，听说给隐身大盗朱仝偷去了，偷了皇帝的无价之宝，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到蝙蝠岛去把它卖掉。哦，如果我要到蝙蝠岛，就先要找到那个隐身大盗。哎，对。嗯，不过听说到蝙蝠岛的人都要有记号。哦，这个李玉涵倒给了我，不过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跟蝙蝠岛的人取得联络呢。哎，我知道偷了珍珠腰带的人已经到了秦淮河。哦，他是怎么样的人呢？啊，那还不简单吗？一定生成像个贼一样。哎，海关，里边请，里边请啊！哎，海关，请坐，请坐。哎，那个隐身大盗还不是长得像个贼一样？
为什么会有一所大房子呢？这房子不会动吗？为什么我的房子也像个大屋子？这是什么地方？这个你不必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就是因为我不认识你，所以才要杀你。你杀我之前，能不能告诉我，这小房子为什么会走进这大屋里？因为我们在这个房子底下有条很长的绳子在拉它。难怪，这大海里的房子，谁是主人呢？蝙蝠岛的蝙蝠公子。哦。原来他们是从这里到蝙蝠岛的，你管不着。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呀？等一会儿万一你真的杀了我，阎王问我谁送你下去的，我答不上来怎么办？哼，你倒很风趣。我叫向飞天，是蝙蝠岛78分舵的管事。每个人由这里到蝙蝠岛都是由我负责。哦，负责什么？如果是客人，负责送他去；不是客人，负责杀了他。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客人？因为我从未见过你。可是我家主人你却见过。他是谁？雍翠山庄的李玉涵。哦，李玉涵登记的是哪一号？宇字号。他要买什么？天柱英树。字据呢？那你真的是我们的客人了。第三站的客人到。第三站你登记哪一号？弟子号。公孙婕妤。在下正是。第五站客人到。第五站龙公子登记是玄字号，字据在这里。龙武公子，怎么你带来两个随从来？是的，我由出娘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有两个人服侍我。不过船费很贵哟。金子在这里。好了，我们开始下去吧。诸位，请，请，请。哎，你想干什么？我想扶你。哦，谢谢，谢谢。Thank you.
请。请船主，人都到齐了。都到齐了，你先带他们下去，把房间给他们分配好。请。请。这边。姑娘，请。Yidianhong，你又怎么会上了这条船的呢？因为我接了一单生意，要去杀一个人。我们分开以后，我就接了一封信，说给我100万两黄金，去杀一个人。于是我就依着地址去见一个人，那个人就带我上这条船。他说，我要杀的人在蝙蝠岛。什么？到蝙蝠岛去杀人？杀谁啊？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身上有一件很特别的东西。根据飞鸽传书，24个分舵的船已经开出，这一次到蝙蝠岛的客人共有362位。这么说我们船上的人已经全部调查过了？全部调查过了。天字号的人是一个孝女，她到蝙蝠岛的原因是去买回她的父亲。她说她的父亲被囚在蝙蝠岛，那个哑巴是她的忠仆，永远跟在她的身边。地字号的人是一个有钱的武林人物，他到蝙蝠岛的目的只想买一点奇珍异宝。至于玄字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富家子弟，其实呢，我们查到他是御前侍卫。他嘛，可能是去调查那皇后失去的珍珠腰带的事。黄字号的人呢？这个人就比较神秘了，他什么都不说，只给了我10颗明珠。他只说想到蝙蝠岛躲几天。看起来他倒像是偷取皇后珍珠腰带的人。报告船主，董座的飞鸽传书飞到了。这不对，总座说我们的船上有奸细，公子还吩咐我们带尸体回去。六副够了，照我们以前的办法，把总舵要杀的人一个一个的杀掉，明天开始动手。谁呀？我。你？你鬼鬼祟祟的找我干什么？你们跟我来。昨天晚上我就是看到他们在这里说要把我们一个个的杀掉。谁？我叫金灵芝，我爹一生研究盖房子。5年前有一个人请我爹去造房子，以后他就没有回来。最近我才查出他被困在蝙蝠岛，
所以我千方百计的带同我家雅普到蝙蝠岛去。我要救我爹，相帅，我一定要到蝙蝠岛去，我不能在半路上被他们杀了。轻一点，轻一点。金姑娘，第一，你不知道他们要杀谁；第二，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下手。我知道，他们说今天早上就下手，说不定已经有人死了。想不到他倒先死了。快点，好，好，这个，好。哦，原来躲在门外偷听的是我们船上的总管。因为我想知道谁那么爱管闲事。船主是我今天早上发现他死在床上的，他的心脉昨天晚上给震断了。船主不那么高，也会给人杀死。当然会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死呢？而且我敢说，这条船上还会有来人呐！来人，快来人呐！是谁杀死他们的？我不知道。刚才我送饭菜的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躺在地下，而他们两位已经站在那里。我们是听到了打斗的声音才走过来的。你们有没有看到谁走过去？没有。为什么要杀我？我要灭口，因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杀了玉泉侍卫。你错了，今天早上我进去只见到你一个人站着的时候，我只是怀疑，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正的凶手。如今你还想杀他灭口？我为什么要灭口？你怕他抓你，因为今天死的是当今皇上御前侍卫，而你就是那闻名江湖的隐身大盗，而偷了皇后珠链也就是你。刚才杀死那个穿白衣服的，跟现在杀死这个老头的人，而且那个人的武功很高，他在哪儿？哎，你们看，只有他杀人，没有人能随便杀他。什么？那个船主没有死？不但没有死，
刚才那两个人都是他杀的。不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你们没有预防，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杀人方法。为什么杀我们？我们总舵发觉了这船上有奸细，因为当今皇上派出了武功盖世的御前高手，想抓我们的蝙蝠公子，再加上爱多管闲事的楚香帅也在我们的船上，所以船主就干脆把船上的人全部杀死。你们船主现在哪里？既然给你们发觉了，所以他坐另外一条船先回岛去。放屁！做错那回事，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个蜡烛？蜡烛怎么样？到蜡烛点完的时候，船马上就会爆炸，而你们就会死在海上。棺材里在海上漂浮比坐在船上还险易的多了。叶点红大侠，我们现在在海中央，四边都看不到岸，怎么办呢？他们不是给你预备好了棺材了吗？
上的海风真凉快。家客远临，未能亲迎，恕罪恕罪。哪里哪里，劫后余生，承蒙搭救，已是喜出望外。若主人还如此客气，在下等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哪里哪里，能为众英雄略尽绵薄，亦属天性。众英雄又何必多礼？电影公子，酒菜准备好了。哎，各位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请坐。少主人幼年患疾，双目失明，若有礼慢之处，还望众英雄见谅见谅。诸位，现在耳中无琴，眼前有酒，来，我先敬各位一杯。请请。久闻楚香帅乃酒中之豪，不晓得这家藏旧酿能否入口？你怎么知道他是楚留香？方才人报五人上船，但在下只闻四人足声。当今之事能落地无声，除香帅之外还能有谁？杀人不费吹灰力，一点红大侠，在下敬你一杯。你又怎么知道他是一点红呢？当世双雄大破神水宫，天下有谁不晓？能与香帅平排起坐的除大侠外还有谁人？请。公子虽然目力不佳，但比起我们看得见的人还要强得多。哪里哪里。另外几位是？我叫金灵芝。在下是勾子长。哦，勾壮士，金姑娘，请。请请。对了，几位为什么会在海上漂浮？说来话长，反正我们坐的船出了意外。哦，对了，坐了半天还没问阁下尊姓大名呢。毕姓袁，草字随云。这个姓倒很少。却不知贵乡何处？关中人。关中袁氏在江湖上声望很隆，吴征山庄更是武林的第一大庄，却不知阁下和袁老庄主是什么关系？正是先父。吴征山庄的袁老庄主不但家财万贯，在江湖中的地位极高。他家山庄用吴征这两个字是天下武林豪杰送给他的，意思就是江湖中已经无人可与他争一日之长短了。他的武功真的那么厉害？不过三年之前他已经死了。对了，听说这少庄主自小就有神童之称，文武双全，才高八斗，而且品性非常敦厚。江湖传说华山派的枯梅大师遁世逃情，就是为了这吴征山庄的元老英雄，而且还跟他生了两个儿子。不错，枯梅大师跟元老英雄生了两个儿子，大的枯梅自己带走了，只留下小的在袁家。哦，他们为什么会闹翻的？女人很多时候都无理取闹。进来。我们公子请诸位到甲板上用点点心。谢谢。请。
秦淮河外沉船死了的吗？怎么会在这里？这条船在这里本来就有点奇怪，我们先去吃饭吧。真麻烦，一天要吃几顿。我的也是啊，整天要吃止疼药。哎，听说这些罂粟药很贵呀、啊，是从天竺买的呢。是啊。客官，你的药，谢谢。哎，快点去吃饭了。哎，吃饭吃饭。那不是四明山庄患了失忆症的白衣人吗？奇怪，他怎么会在船上？别，不要出声。原来是你。刚才的事，你看见了？嗯。还有，跟我来。韩夫妇、枯梅大师、白衣人，还有那个丁峰，他们在这条船上干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是坐这条船到蝙蝠岛去？你说这条船要到蝙蝠岛去，怎么会呢？无争山庄的人是江湖上最有体面的，他们到蝙蝠岛去干嘛？譬如说，袁家大少爷给那白发红袍威胁，那么这条船不到蝙蝠岛也不成。不会，这条船的航线是到金里岛的。奇怪，你到底是谁？你对天下间的事情为什么调查得这么清楚？我是我，是一个要到蝙蝠岛去的人。哼，看样子我们到最后还是要到蝙蝠岛去，因为不到那里，有很多事情根本不会弄清楚。不过，这条船还是先会去金里岛的。禀公子，这里已经发现了金鲤鱼。哦，那么马上下网打捞。是。这种鲤鱼只在这金鲤岛才有，味道非常鲜美，我就是为了它才把船驶到这里来。鱼来了。哎，鱼。快点快点，抬进屋里去。禀夫人，这几个女子的心脉停了，我们公子请你马上救他们。啊，出去。出去出去，快出去。公子公子，不得了了，刚才那四个女子把蓝太夫人杀死了。什么？他们派凶手来行刺枯梅大师，武功一定很高，而且主使他们的人势力一定很大。蝙蝠岛的人，我们马上开船回去。解六道穴道。不要动，我是来救你的。谁叫你救我的？你娘，枯梅大师。你怎么晓得我是枯梅大师的私生子？我是他的徒弟高亚南。外边有小船，跟我来。山洞里面，快上去看看。不用看了，我上去，上面一个也没有。
四个下去了，下边一个人也没有。李玉涵夫妇不在啊，屋内一个人也没有，枯梅大师的尸首也不见了。那袁公子呢？李公子，我们正在找你，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是吴征山庄的袁少庄主请我们到金梨岛去赏金梨的，想不到他一上船就病到现在，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离开过船舱。你不知道我们在船上吗？我们只知道有很多朋友上船来，却不知道是你们。那袁少庄主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但我发觉船停了走过来，他已经不在了。会不会那穿红衣服的把他押走了？哎，居然连我这坏鼻子的人也迷倒了。这是什么地方？一醒过来就已经被吊在这里了。有一种九幽生铁是世上最坚硬的东西，就算你们的武功再高，也休想动它分毫。你们看，山谷只有那一道门可以走出去，我们先想想怎么样才能逃出这铁笼。我们雍翠山庄有一把盘古金剑，削铁如泥，不知道能不能砍断这九幽生铁。现在我们可以跳到水里游过去了。慢，蝙蝠公子绝不会只用一个九幽生铁的铁笼来困住名闻天下的楚香帅跟一点红大侠。我小时候听说过一种消水，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融掉，我想这恐怕就是消水池了。果然是消水池。那我们怎么可以到那洞口呢？那山边又是火，就算我们能盘山过去，金小姐绝不可能的。看起来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就像食物一样一个一个的掉过去。这铁丝只能掉食物，人那么重怎么成呢？我这里有一条七彩天蚕丝，是世上最坚韧的宝物，我把它绑在这宝刀上，再把刀飞到对面去，这样我们不是可以攀过去了吗？这七彩天蚕丝是不是上一次华山大会偏移真人用过的上古宝物？你怎么知道？现在这条天蚕丝是在当今皇上第一侍卫的手里。看起来你不是钩子长，你是朝廷里的第一高手欧斩长。你为什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因为我这次收钱要杀的人就是身上有一条天蚕丝的御前侍卫。你真的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肯做的人。我从前是，我今后也是，也许不是今天，但是你要记住，我始终要杀你的。哼！
绳子真的那么坚韧吗？坚韧是够的，我只怕上面那把刀插得不够力。香帅，如果我不幸掉下去，你再想办法。哎，欧大侠，让我先来。不，绳子是我的。始终是要杀你。好了，我们全过来了。
蚕丝收回来，我们出去吧。嗯。修就的阵法，如果我估计不错，这里面还有机关。这是生门。爹，你在哪儿？灵芝。爹。紫球室里好像发生了事情。那安全闸关好了没有？全部都给关好了。那就没问题了，等拍卖完了之后再去收拾他们。是。大家不要跑，大家不要跑，前面很危险，下面是万丈深渊呢。不要乱跑，怎么样才可以出去啊？你们看那边那个山洞就是唯一的出路，从洞口可以到海边，你们自己逃生吧，慢慢走，小心不要掉下去。孩子，我们也走吧。慢着，老前辈，请你告诉我到蝙蝠大殿应该走哪一条路。你为什么要到蝙蝠大殿？因为我要抓蝙蝠公子，我也答应过一位救命恩人给他买药去。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被人抓过，我想看一看抓我的是什么人。那你们呢？我们雍翠山庄有一个规矩，只要他们是朋友，当朋友有危险的时候，我们跟着一块儿去。那条路好危险呐。为什么？因为我骑着蝙蝠岛的时候，整个岛我都看过，这几个山洞最危险，不是万丈深渊就是黑油遍布。你们看那些火就是黑油冒出来自己烧着的，要到蝙蝠大殿一定要经过这几个死洞，说不定我们全都死光了，也到不了蝙蝠大殿。嗯，这样吧，你告诉我路怎么走，我自己一个人去。不不，我让我们一块儿去。好吧，反正我这条老命也是你们给我捡回来的，跟我来。山洞都是我设计的，啊！你们看见那个红色的石头没有？那是我塞上去的。要是蝙蝠大殿只有这条路，把红色的石头抓出来，爬过去。那么宽的火怎么能跳过去呢？而且山洞两边也没有可以站的地方，就能站也没用啊！那么大的火一直在烧，石头一定很烫。老前辈，我一定要过去。要过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人下去把流黑油的洞口堵上。可是这个人
蝙蝠公子是武林大害，这些孽是我做的，本来应该由我去，可是我死了，下面的路就没有人带了。林芝没有武功，就是烧死了也不可能找到洞口，所以这件事只有委屈你了。不，老前辈，这件事应该由我来做。不用了，我是他养大的，这是我们金家的事，让我来做。哑巴，没有办法到蝙蝠大殿去了，这个洞没有炸开，我们只有回去了。老前辈，你以前准备的炸药呢？做药引呢？这里全是冰雪，寒气极重，药引也要特制，普通布料绝对不成。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用人去引，而且要两个人，
因为我早就计算好这个山洞的立点有两个，你们看，就在那两条伸出来的冰柱下面，而且只有两包炸药同时的爆炸才能把山洞炸开，但是炸药一爆，那两个人楚相帅，你们看有什么方法能把我们妇女送到冰柱上面去？上那冰柱非有武功不可。第二，要到蝙蝠大殿是我们五个人的事，与你妇女无关。这里有五节树枝，两长三短，谁抽到长的谁去点火。让我来。你是短的，我是长的，你也是短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御前第一侍卫，除暴安良是我的职责，所以这两个人里面应该有一个是我。不过在我死了之后，希望你们能替我做一件事，就是将这个天蚕丝绑着蝙蝠公子带回去给皇上。为什么是我？你知道我做什么都要钱的。就是因为你要钱，所以才交给你，让你知道天下间的事除了为钱，另外还有应该要做的事。这是我一生里面最后一个要求。天下的事真奇怪，我来这里本来是要杀你的。事实就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随着环境而变化。不过你要答应我，用天蚕丝绑着蝙蝠公子。那另外一位是谁？说过吗？我们雍翠山庄的人永远跟朋友在一起。但是你是李家三代单传，你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这只能怪我们李家福薄，注定绝后。嘿，你不要过来，这是我们雍翠山庄的事。吴梅，你为什么点了我手甲的血？玉儿，当你知道我患了绝症的时候，你不是说过无论我做什么你都答应我的吗？是啊。我现在要替你去点火。老前辈，等我们把洞穴炸开之后，你在他们背后脊椎骨上第五节重重地敲几下，他们的麻穴就会解开。老小吃大侠，请。
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全靠几位了。轮到新湖大师的手，十八省巡抚的头和五虎门的武功秘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这是楚留香他们的武器，听说死囚使出了事了。你们要小心一点。你们出大殿门的时候，记着把手提灯吹熄。知道。换他们的衣服到大殿去。新湖大师的手，八省巡案的人头，五虎门的武功秘籍，要买这些东西的人请准备黄金。天字号。你们是谁？雍翠山庄的李玉涵，中原义兵，道帅楚留香。我们是冲着蝙蝠公子来的，不关事的请离开这儿。你们怎么会逃得出来的？这只因为蝙蝠岛的气数已尽。请你们也配与江湖上的三位英雄交手。还有两间房的贵宾没走，不知道是哪一路英雄。苦梅大师，你是谁？我是无花的胞弟，东瀛来的无根和尚。去年买你人头的就是我。果然名不虚传，后会有期。现在
该轮到我办一点家事。狐媚大师，你不是在船上已经死了吗？没有，我只不过发现了有人想买凶手杀我，所以我就先装死。随云，你知道谁要杀我吗？随云。你怎么晓得是我？我怎么不晓得？因为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啊？什么什么？二十年前，我带着你哥哥离开你爹，后来把你哥哥交给东山二老抚养，皈依华山，以为从此以后可以远离尘世。谁知道二十年后，听说蝙蝠岛危害江湖，而且得你哥哥来信说。蝙蝠公子可能是你，我叫你哥哥先召集一班江湖义士，在四明山庄共商对策，却遭人暗算，把你哥哥脑部震成白痴。我亲自下山，也在你船上遭人刺伤。随云，这些事是不是你干的？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是你的儿子，我怎么可以杀你跟哥哥？畜生，交给我！乌征山庄，你还侮辱了袁家的姓氏。哥哥，你听我说啊，哥哥，我是住口，去跟妈说去。别动！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做母亲的、做哥哥的一定要管我？其实我跟你们已经分开了二十年，母亲从来没养过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们一定很希望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蝙蝠公子。就是因为我的家声太好，就算我的武功再高，本领再大，也只不过是一个无征山庄的传人，父亲的儿子。有谁知道我是集天下武功于一身的袁随云？只有这样，做一点跟你们完全相反的事，你们才会留意到，天下间有一个武功比你们高的瞎子。哼，只有这样，才能把上天对我的不公平来一点报复。哪一点上天对你不公平？为什么我是私生子？为什么你们看得见，我看不见？你是谁？用手抓着我的剑，不要命吗？要命就不是一点红。孩子们，把我灭了，推出去。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在没有光的地方，瞎子的武功是最高的，因为你们看不到我出手，而我却能听得到你们在哪里。你们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吧？不过还有一样东西你们找得到的，就是黄泉路鬼门关。哎呦，袁公子。现在你们大概后悔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了吧？好了，我不再跟你们开玩笑了。从现在开始，
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杀掉。让我想想，第一个先杀谁？还是先杀多管闲事的楚留香吧。喂，蝙蝠公子，你为什么不第一个先杀我？是不是怕我一点红？什么？我怕你一点红？好吧，那我就不先杀楚留香，先杀你一点红。哎，你们这几招倒很厉害呀，怎么样，一点红死了没有？我怎么会死呢？我只不过杀了一条手背，我一点红要杀你蝙蝠公子，只有一只手背就够了。真的吗？可惜你们不知道我在哪里，就算武功再高也没有用。你们等着死吧。怎么样，看不到我很难出手吧？我教你们，下次跟我交手带多一点火辣。可惜你们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出手呢？他们是不是听到我身上珍珠的声音？传说的无价之宝南海明珠果然在你们手上，可惜只得一颗，你们再没有第二颗了。还有，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下一站就是鬼门关。相帅，如果你有机会，请把我的尸体带回冰窟里，好让我跟吴梅永远在一起。这一招就是黑魔教的绝艺，以七人之剑还杀七人，跟着我就会把你们的武器夺下，杀死你们。袁公子，随风，你怎么样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楚留香了。
把蝙蝠公子的尸体绑回去，交给皇上。